孩子们可以玩的一天。今日去干啥？儿童快乐的节日，又可以开 party， 老师又不给功课，然后呢，老师还比较少骂人。可以拿到许多礼物，老师会给很多礼物。我有 KitKat， 爸爸最喜欢的巧克力，也是有我的绿色的 candy， 然后我也是有奥利奥。我想吃很多零食，我喜欢吃巧克力。可以拿到一个 iPhone 12，可以玩遍世界上所有的游戏。我要很多玩具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要不用读书，没有功课，可以玩手机玩到手。我的学业可以学业猛进，成为世界上的大富翁。同学，我最大，我才最大，我才最大。